搞定了，明天拿给钟总看。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啊？哦，怎么样，钟总？这内容真的太平凡了。而且你看，这个展场设计让欧阳老师的画作变得很没有价值。我刚刚在办公室想了一个 idea， 你看一眼吧。谢谢郑总，我知道该怎么修改了。嗯，多加几天班吧。钟怡姐，你那样丢陈英姐的稿子，未免也对她太严厉了吧？不是有句话说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吗？我对她是训练，哪里严厉了？真的很严厉，我是怕她忍耐到了极限，会崩溃的。原来你这么瞧不起李晨英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哪有？听你说的话，我感觉是这样啊。怎么？帮雨飞在保护他，我。你真的觉得李晨英就只有这样的能耐吗？我就是想要知道他的极限在哪儿。我对他严厉怎么了？如果他连这种压力都承受不了的话，那他干脆转行好了。咖啡再帮我泡一杯，我要黑咖啡，我不要加奶的。我怕时间晚了，你喝黑咖啡会睡不着的。这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啊，如果当事人不接受怎么办？就像你对李晨英的好意一样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黑咖啡。什么自以为是的好意啊？这摆明了就是刁难陈英姐还有我。我听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黑咖啡，黑咖啡。奇怪，怎么都不接电话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？你好，请问您找哪位啊？你好，我从纽约回来找我未婚夫，不过他手机没接，人好像也不在。你未婚夫是？我未婚夫姓陶，陶雨飞。是个画家，你认识吗？你未婚夫是陶雨飞？老师，秦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跟你报告陈英姐被盯的惨况啊！我跟你说过，钟玉不会针对陈英的。钟玉姐直接把陈英姐的文件丢在地上，这还不是针对吗？这个太过分了吧。钟玉姐平常是很有修养的人，我看呢，她一定是针对陈英姐。该不会是因为老师您的缘故吧？过去看看。
我啊，外貌又出众的艺术家，在学生时期就应该有很多仰慕者吧？是啊。那你呢？我？嗯，你也仰慕他吗？我懂了。像他这样有才华，又特别有骨气，又特别帅的学长，谁不仰慕？是吧？算是吧。